大家好，这里是轻电科技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技嘉 KVM 电竞小金刚二代显示器 M27Q。 时隔半年，有着二代小金刚名号的 M27Q 升级配置了更高的刷新率、更快响应时间的全新面板，在接口连接性上也做了一定的升级，内置集成有独特的 KVM 功能。那这款2500元价位的显示器是否值得购买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先来说说这台显示器的外观和做工。刚上手这台显示器的时候，就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没错，和我们去年评测过的技嘉 G27Q 有不少相似之处。正面来看 ，M27Q 升级为三边展背框设计，底部为技嘉 logo 和一个电源指示灯。正面颜值相比之前提升了不少，少了跑马边框，看上去也更加简单干净一些。翻到背面，整体采用梯形的分割设计，赋予一些较为科技风的线条作为装饰，在一众以电竞为卖点的显示器中，可以算是比较低调的那一类了。左上角印有 M27Q 的型号标识，上下部采用亮面塑料和磨砂塑料拼接而成，散热孔集成在支架上部，底座采用倒V设计，显示器和支架一体，支架下方设有极限孔，方便用户收纳线材，与底座采用手拧螺丝固定，安装比较方便一些。做工方面不需要过多担心啊，和 G27Q 一样，整体用料和做工都非常的扎实，不会出现松松散散的情况。对比一众电竞显示器来说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M27Q 这种简单的外观设计。满分十分的话，不知道大家会给它的颜值打几分呢？可调节方面，显示器支持上下130毫米以及俯仰-5到20度的调节，很可惜不支持左右以及旋转的调节。不过显示器提供有100×100毫米的 MAX 螺孔，有支架臂的同学可以拧一下支架上的4个螺丝，即可直接进行安装使用。接口设计在显示器下部。从左到右，依次为3.5毫米音频接口，两个 HDMI 2.0，一个 DP 1.2，一个 Type C， 一个 USB 上行，两个 USB 3.0，以及一个电源接口。按键设置在显示器右下方的位置处，一共两个按键，一个5轴摇杆按键用于对系统 OSD 进行设置。摇杆按键上方那一颗为 KVM 按键，也是这台显示器这次的重要升级之一，旨在完成一套键鼠，通过显示器自由控制两台设备的目的。设想一下这样的应用场景啊，如果你有一台 PC 用于娱乐游戏，同时又有一台轻薄本用于外出办公，有想要一套键鼠就可以无缝衔接的使用控制它们的需求，我想这样的同学应该并不算少。只要把键盘鼠标接在显示器上，然后使用 DP 或者 HDMI 线连接 PC， 再用 Type-C 线将笔记本与显示器相连，这时你只需要按下 KVM 按键就可以完成一键切换，一个按键省去了频繁切换连接线的麻烦，对于有这方面需求的同学可谓非常友好了。当然不光电脑可以支持，只要具备视频输出功能的设备，如支持 DisplayPort Alternate 模式的手机或者平板，也是可以实现键鼠共用效果的，可以直接切换至手机桌面模式，利用键鼠来进行操作。此外你甚至可以用它来玩手游，体验一把大屏手游带来的乐趣也是蛮不错的。屏幕方面采用的是一块27英寸2560×1440两片分辨率，170赫兹刷新率，0.5毫秒 MPRT 响应时间的 IPS 屏，通过了 HDR400 和 FreeSync Premier 的认证。面板为夏普生产的快速液晶面板，型号是 LQ270T1JG06。那这样一款显示器，它的屏幕实际表现究竟怎么样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我们使用红蜘蛛 SpiderX Elite。对 M27Q 的屏幕进行了综合测试，实测色域覆盖为100%的 sRGB、97%的 Adobe RGB 和92%的 P3 色域，色彩表现优秀，最高亮度396尼特，对比度为770:1，为 IPS 的正常水平，色准 DOTA E 最大 2.74， 平均 1.03， 这样的色准表现无需再次校色即可正常使用。屏幕均匀度的表现比较出乎我的意料啊，实测最大偏差值为5%。测过这么多显示器，能有这样表现的显示器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。可视角方面，大家都知道相比 VA 和 TN 屏， IPS 拥有着天然的优势，在 M27Q 上各个角度也能提供到让人满意的显示画面。总体显示效果上来说，除了对比度略低以外，日常使用的话完全够用，喜欢看电影或者玩游戏的同学应该不会对这块屏幕的色彩表现失望。另外用这台显示器应付一些类似修图剪辑之类对色彩有要求的工作，良好的色域覆盖和色准表现也能让这台 M27Q 成为合格的生产力工具。游戏方面， M27Q 既然采用了夏普快速液晶面板，那响应时间必然就成为了这台小金刚二代的主力卖点之一，
在 OSD 默认反应时间为画质优先的情况下，使用 Test UFO 对 MRGQ 的拖影表现进行测试。以普通高刷 IPS 作为对比对象，可以看到快速液晶面板相比普通 IPS 在响应时间上拥有着绝对的优势。在调节 OSD 反应时间至速度优先以后，小飞碟屁股就出现了所谓的鬼影现象，实际使用时非常影响使用体验，不建议打开。默认情况下的响应拖影表现已经足够优秀了，即使相比一些 TN 电竞屏也不遑多让，表现确实非常亮眼。而这应该是许多玩 FPS 游戏的玩家非常在意的点了，实际玩起游戏来干净流畅的画面也确确实实能提升游戏时的体验。而它相比传统 TN 电竞屏的优势在于，在同样拥有优秀响应时间的前提下，拥有更好的色彩显示以及可视角度。而恰恰就这一点就可以让许多玩 FPS 游戏的玩家放弃 TN 选择 Fast IPS。 对于游戏玩家还有一点利好的消息，就是 MRGQ 同时支持 AMD FreeSync Premier 以及英伟达 G-Sync 的兼容模式，这意味着不论你使用的是老黄还是苏妈家的显卡，都能有效防止游戏画面的撕裂问题。好了，最后来说说 OSD。 和普通显示器有所不同的是，技嘉专门为显示器设计了 OSD 助手，接上 USB 上行线以后就可以用键鼠对 OSD 进行控制，还有黑平衡、自定义准心等等功能，还可以对 OSD 设置进行自定义快捷键操作，一键调节屏幕亮度或者一键 KVM 等等，可玩性很高。 OSD 软件还支持固件更新，玩家可以在技嘉放出显示器新固件后自行更新，及时享受新功能，强烈建议购买了技嘉显示器的同学安装 OSD 旧手进行使用。总结，这款技嘉 KVM 显示器 MRGQ 显然更适合一些竞技游戏的玩家。当然，2699元的售价，相比同规格的普通 IPS 显示器也要贵上几百块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竞技游戏，特别是 FPS 游戏的同学，非常注重游戏体验，在意显示器的响应拖影问题，还是建议直接一步到位， MRGQ 是一个值得你多花几百块的选择。同样的，同价位中 Type-C 接口以及 KVM 功能的加入，也让 MRGQ 拥有更多的玩法，在面对一些多机用户的同时，也有着更强的竞争力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这里是轻电科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。